由着伊个名，伫万百姓个中间保扬伊个所作，着愿意吟诗，愿意唱歌而乐，谈论伊一切奇妙个所行。就是咱三个人献诗，献诗第258首，你若甘愿予上帝引带。你若甘愿予上帝引带，伫各方面拢仰望伊，无论啥事主开来极大，困苦的日家己有时，既若靠主不变疼痛，听就欢喜，拢无忧担，请咱三个起立引带唱。立出立道的所在，你予因欢呼。你欢呼，
满满。你灌溉田园周边土地，这些你用丰收做年冬的皇冠，连旷野的草埔嘛有油在滴，草埔用油滚做三千。我感谢你，在农历新年过后的第一个主日，我们搁再一届
你的疼恨组织在你的心中。我们用感谢入你的门，感谢你在过去的年日当中，无论阮伫啥款的境遇，虽然有时阮会当行伫其他的路途中，虽然有时阮也着行伫崎岖坎坷的路上，总是我拢知道你拢在照顾我，你也拢在引导我。你也要将真正的平安收束伫阮每一天的生活中间，愿感谢你。我也要用俄罗入你的音，俄罗你收束一切的稳定，俄罗你的主啊，俄罗你对阮的怜悯，俄罗你对阮无限的疼。新的一年当中，恳求上帝继续来引导阮行头前的路障。我们为着阮的政府官员来祈祷，恳求你，让因大人的心有怜悯、有公义，要智慧做出健康的决定，利益着阮所有台湾的人民。我们为着阮的社会来祈祷，恳求你将和平的心放伫阮的中间，让人甲人中间搁好，人甲上帝中间也搁再一下搁好。我也要为着万百姓来祈祷，恳求圣神，你安慰阮每一个人的心，永远无离开你的疼痛。福音的见证也会当正影伫阮大人的心内的捆绑。我也要为着阮个人来祈祷，恳求你伫个新的一年中间继续来引导我，让阮的心更加深信上帝疼，更加倚靠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让阮伫基督的疼内底，逐日拢要成做新造的人。恳求你用丰盛的稳定，日日加添伫阮的生命中间，也愿颂扬甲悲伤离开阮大人的心中。我也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，恳求你为阮陪伴一位牧者，予伊有智慧、有贴心、有怜悯，来牧养伊的囝儿女。也为阮的牧者来祈祷，恳求你陪伴予伊有一群甲伊同心合意的同工、忠职以及朋友。我们将今仔日的礼拜全然献上，恳求圣神感动阮每一个人的心，透过今仔日张牧师所要讲的讲题，带阮每一个人进入稳定的宝座。也予阮家己伫心内新的一年中间有福音的种子、好的果子种伫阮的心内，为延光伫阿爸爸上帝圣名，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。归伫因，也将更好的道理交托我。20节，安尼，我为着基督做钦差，亲像上帝用我劝恁，我为着基督求恁甲上帝更好。21节，上帝予迄个无罪的替咱成做罪，是要予咱踮伫伊来成做上帝的义。第二位圣经章，咱要看是希伯来书第4章14节到16节，是伫大义汉尼本新约第253页。希伯来书第4章14节，所以咱已经有大个祭司头，上帝的儿耶稣，经过遐个天，就着接受所承认的。15节，因为咱所谓祭司头，毋是袂为体贴咱拢总的软弱，就是凡事边边有受气，那是无罪。16节，所以咱着好当受过稳定的座位，通受怜悯，也得着稳定最及时的帮助。愿上帝赏赐咱有智慧辨别所发生的话语，只是献花对的娱乐，天父稳定真正大。